这女生漂亮啊，太符合我的审美了。这要是能当我女朋友，打断肋条骨给她熬汤喝，怎样争取下？别犹豫了，干了兄弟们。面对疾风吧。美女你好。你好美女，这干嘛呢？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，但我对你的印象着实是不错。什么意思啊？茫茫人海14亿人中我们能相遇，又在如此对的时间里，我给你一个认识我的机会，希望你不要不识抬举，错过了大好的机会。不好意思，我可以拒绝吗？哎，傻。味道不错啊，如果我们能在一起，相信也会如此甜蜜，真的。啊，就走了，先加个微信呗。这是怎么了？哎，我是什么玩意儿 ？Nice。不管了，先吃吧。哎呦我的妈！